李大哥，嗯，嘴上不承认，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。你小姑娘家家的，不要想太多。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，我也得问问吧。猪肚鸡，红汤桂鱼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跟你喊了多少回，你就是不做，今天居然主动招待他。好吃好吃。让客人吃，慢点。你和展云飞果然认识啊？啊，那个一位故人。哪种故人？是人家狄飞生那种，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？你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得分清楚情况。我是你的朋友，好朋友。等彩铃声试响之后啊，你还是离阿飞远一点吧，越远越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欺负他了是吗？我可是在帮你。哎，跟你说明白，你声音小一点。我跑啊，你也不帮我，我肚子不饿了，你吃够。见色忘义。方小宝，这一大清早你干什么呢？这咋呼呼？温香软玉在款，竟然忘了跟我约好赏月的大事，还不是见色忘义吧你？这个叫无相金针，是百年前大周国医仙所用之物。它呢，不仅可以治百病，还可以自学。我爷爷可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寻到这套神针的。刚才你帮我，这就算报答你吗？马屁精！等我回了方家，这十套八套送你更好了。